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早上呢，老爸叫我们过去吃饭，然后这个是老爸编的那个篮子，之前拿去山上，就是装的东西太重了，然后断掉了，现在要拿过去给他修一下，就是断这里，顺便拿过去给他修。宝宝去啊，给外公吃饭，慢点就上了。对。他拿笔。爸爸，喂，姐姐，哪个的？哪个的弟弟？姐姐，妈你好。这不行了吧？哇，看一下，老爸昨天去找的竹笋已经这么长了，上次我们去找的时候还短短的，等过两天有时间我们也去找来吃。看一下妈妈里面煮了啥，哦，是煮了竹笋。烤了个糍粑，拿出去吃。点了，老婆。姐，我手机拔了，还想跟他去拔。手机通热了。手机通热了。他尿了呢，我看一下，好久没有吃糍粑了。我们要吃。吃饭快点！你看他，你看外婆做的好吃的，你看，还有竹笋嘞。在这给你们饿着了，